就是这个肉啊，这个是咱们当地的一个品牌，品牌肉，但是价格呢，这还是没打折的啊，这个算是培根肉吧，这种生培根肉，然后你看这个肥肉，然后这个瘦肉相间呢，做这个粉蒸牛肉啊是绝了。这是5月7号出的这个肉，这个肉很便宜啊，就是说相比较而言啊，相比较而言，如果在这个肉店买的话，这个其实在这边都差不多价格。这个是多少克？这个是190克，然后是多少钱来着？180卢布吧，可能是15块钱。15-16块钱吧，190克啊，190克的这个肉。好，我先把它这个拆开啊，拆开，然后把这个肉腌一下先，要不好吃。这个包装确实很讲究，不错。哇，看起来就很有食欲。可以啊，哇，这个肉很嫩呐，看看，哦，行，这肉，然后这个就是自己打的啊，这个是自己打的，打的这个专门是弄这种粉蒸肉的这个粉。轰动一点，再搞一点盐跟酱油，这里面没有盐味儿，这个不要了。这个咱们中国的那个酱油用完了，然后就买的这个在他们超市里面随处可见的这个日本酱油。嗯，可以啊。肉的话多放一点也没关系，再搅拌一下。然后底料的话，就一会儿，铺点土豆吧。土豆跟这个粉蒸肉应该是还挺配的啊。家里没土豆了，我去买几个土豆，去超市。好了啊，现在去超市了。这个饮料来一个，有股大料味儿。这个饮料，晚上的这个吃点好的，土豆啊。还不错，买点散装的，来两个就行了。要吃嘛，就长芽了。来个香菜，香菜点缀一下。哎，这个土豆找不着了啊！土豆跑哪去了？胡萝卜、洋葱、土豆找不着了。土豆找找。哎，土豆呢？啊，土豆在这儿。没事，土豆，把这个饮料啊，这个大料饮料啊，口味很大料，把这个大料饮料放这里边，冰镇个10分钟、20分钟的啊。行了啊，这个土豆呢就这个搞好了，然后现在把它放在这个高压锅里边去，放在高压锅里边，给它压一会儿啊，压一会儿就行了。这个已经好了啊，已经好了。这个等不及了，我就不自然放气儿了，就直接这么放吧。别刺到上面了。嗯，这还不行啊。这也拿不了啊。这回这个工具找对了啊，刚才那个不行啊，他那个弄不起来。啊，这个就吃上劲儿了，看看没？我先放在这儿。哇，这一块肉还没了，掉进去了。这个不行，一块肉也不能放过呀。啊，好了啊，开整了啊。这个往上放了点这个小香菜啊，
然后还准备了一点这个啊，就是这个白菜叶啊，然后我一会儿可以解腻用啊。然后先来一个这个大料饮料啊，它这个绿不拉几的啊，也是碳酸饮料的一种，是俄罗斯的可口可乐。我是挺喜欢这个，它叫达尔红啊，这个饮料是一种植物，然后跟这个碳酸那个配起来的。哎，事之前呢，我想许一个愿，佛祖说呢，这个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。我说我希望所有的给我点赞的和不点赞的朋友们能够身体健康。佛说那只能四天。我说行啊。那就春天、夏天、冬天、秋天。佛说不行，只能三天。那我说那就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。佛说不行，只能两天。那我说就这样吧，那就白天跟黑天。佛说只能一天。我说可以。佛茫然地看着我说哪一天？我说每一天。佛哭了说好了，闲话不多扯啊，来一块肉。嗯，可以，肥瘦相间，而且这个料啊，入味了。来一块土豆。嗯，当然软糯软糯的。今天的这个菜啊，它那个没有很多菜汤啊，所以说拌吃着有点干。哎，往这个米饭上稍微淋一点这个酱油，哎，稍微淋一点，这样吃就不干了这个米饭。哇 ，nice， 嗯。菜里边啊，再来一块小土豆，哎，还有小香菜，给它稍微这么一裹，嗯，冒油啊，再来一口米饭啊，完美啊！再来一口。